후 호이포이 호이포이 快来订阅吧。 朋友们，今天妈妈要和邻居阿姨出去买东西，让我们来一起照顾宝宝莎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嗯嗯嗯嗯。嘿，啊呀呀！宝宝莎，你是不是饿了呀？朋友们，该怎么照顾肚子饿的宝宝莎呢？ 啊哈！和我一起变成小厨师，给宝宝莎做好吃的食物吧！应该给宝宝莎做什么好吃的呢？爆米花，那面包呢？苹果泥怎么样？ 你想吃苹果泥呀？没问题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制作美味的苹果泥给宝宝莎吧。让我们准备一个好吃的苹果，现在一起给苹果削皮吧。接下来把苹果切成小块。 最后放入搅拌机中，当当，完成啦！宝宝莎吃苹果泥吧。<笑> 宝宝莎好像还没吃饱，那再来一些饼干吧。咦，饼干怎么不见了？是谁偷吃了我们的饼干？让我们变成小警察，找回饼干吧。让我们一起找找看。 偷吃饼干的人藏到了哪里呢？是藏在了床那里吗？啊哦，是一个恐龙玩偶。那是藏在书架后面吗？啊！逃跑了！站住！嗯？又逃到哪里去了呢？ 躲在柜子里了吗？啊，是一个玩具。啊哈，在窗帘后面。咦呀，啊哈，抓到小偷了！你快出来！哦，我不是小偷，我是威廉。你看你吃的满嘴都是饼干，手上还拿了一块。嗯，我的肚子好饿，看到饼干就忍不住拿走吃了。 威廉，你要先征得别人的同意，才可以吃别人的东西。<笑>好，我明白了。喏，宝宝莎，给你吃饼干吧。哎呀！哦，不好！哎呀，婴儿车的轮子坏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 和我变成修理工。 一起帮助宝宝莎把婴儿车修好吧。我们给婴儿车装上新的轮子吧。选哪个轮子呢？试一试方形轮子吧。哎呀呀！哦。 看来不能用方形的轮子，方形的轮子不可以滚动呢。我知道了，要选圆形的轮子。哎呀！
说修好了。喂。鲨鱼宝宝，我们回来了。鲨鱼宝宝，谢谢你帮我照顾宝宝鲨。我可是最棒的超级小保姆哦。哦，玩了一天，我们也该回家休息了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，去订阅碰碰狐。